哈喽，我们看一下四之二等比数列与等比级数的习题第九题。现在有一个等比级数是一减掉二再加上四。 减掉八，8, 一直加加加加下去，然后题目要叫我加到第十项的和会是多少？大家注意一下，因为题目只有叫我加到第十项的和，所以你忘记什么等比级数前 n 项和的公式也没关系，因为题目只叫我求前十项的和。所以第一个方法的话，你忘记公式的话，我就找出 a 一、a 二、a 三，一直找到 a 十，然后加上这十项的和。 值分别加总起来、啊，我一样可以求出前十项的和。那首先，我目前知道什么？这个等比数列的首项 a1 是不是等于一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第二项是不是减掉二？对，其实就是加上什么负二？那所以，我可以知道说，这个等比数列的公比 r。 其实会等于负二，2, 大家可以再观察负二乘上负二是不是四，四乘上负二是不是负八，8, 所以这边其实减掉八，我就可以看成是加上刮胡的负八。好，这样我已经知道首项 a 一等于一，1, 公比 r 会等于负二，2, 所以其实我可以知道说前十项每一项的和分别会是多少。好，所以前十项分别是，一再乘上负二，负二再乘上负二，四再乘上负二，负。8, 八再乘上负二十六，2, 16, 所以负三十二六十四，32, 64, 每一项都是前面那一项乘上 r 负二，2, 所以才负一二八二五六负的五一二。经穷出前十项每一项分别是这些，那我就将这前十项的值每一项加总起来，就是前十项的和、哦。那所以这边我就写前十项的和就是 S 十，最后答案就是负的。 三四一，那第一个方法是我找出每一项，并且将这十项的和加总起来，最后答案是负的三四一。第一个方法是没有用到公式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方法会利用到是等比级数的前 n 项和的公式。首先我知道什么首项 a 一等于一，1, 对然后公比 r 会等于什么负二，2, 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的话我们來复习一下，只要当某一个等比级数的公比。 r 不是一、e、的话，我就可以套用这个公式，前 n 项的和，这边我就写 S n，会等于的是什么？一、e、减 r 分之什么 a 一，再乘上刮胡的一、e, 减掉 r 的 n 次方。好，大家注意哦，分母跟分子我同时乘上负一，1, 分母是不是变 r 减一，1, 对不对？那分子是谁？ 1> a 一乘上刮弧里面我乘上负一，1, 是不是变 r 的 n 次方减掉一？1? 好，大家注意一下哦，这两个的话其实相等的，是因为我分母跟分子同时乘上负一，1, 所以它的值不会改变，所以这等号成立。那我什么时候要用左边这个？什么时候要用右右边这个？因为我们习惯什么分母是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 r 是一个小于一的数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用左边这个一分母是一减 r 的？因为这时候分母就会是正的。当我今天 r 是大于一的时候，我就用右边，因为 r 减一就会是正的。那大家注意一下，我这题的公比 r 是负二的、欸、所以我用左边这个会比较好算。好，题目要叫我求。 一直加加加加到第十项的和，其实就是前十项的和。所以这边 n 代表是项数，所以 n 会等于十。代入，所以 S 十会等于什么？分母放一减 r，对，r 是负二，2, 所以一减掉刮胡的负二。那分子放的谁？a 一是首项，对，所以 a 一是一 1,，1乘上一减掉 r 的 n 次方，r 是什么？负二，对，所以这边负二。2, 然后刮胡的 n 是十次，所以这边十。 好，分母是什么？一减掉瓜五的负二，2, 所以是一加二，2, 所以分母是三。那分子的话，其实一乘上谁的？所以我就写瓜五里面的1，一减掉负二瓜五的十次方是一零二十，20, 所以一减掉一点二四。分子是谁？负的一点二三。分母是三，所以三分之负的一点二三。最后答案出来会是负的三四一哦。